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今天是5月13，然后我们这边正好赶集，我今天拿了100块钱，大家今天跟我去看看，看100块钱在农村的集市能买多少东西。好，我们去赶集吧，走了。等了好久等不到车，我们坐这个叔的摩的去。哎，好了，走。只要8块钱，然后这个摩的实际上今天多花了4块。80。好，叔叔谢谢啊。走，这就是我们集市了，我们现在去。给我拿个袋子吧。好，这么多，我比较喜欢吃这个，多买一点，这应该有2-3斤吧。这个南瓜藤多少钱一斤？2块钱。2块钱一斤啊。2块钱一包，买一包吧。啊。2块钱，这个是2块钱一包，我买2包。是小白菜，这个是萝卜菜，2块钱一把，我买2把。这个炒小菜吃特别好吃，甜甜的。来，这个。2块是吧？对，一把2块，总共4块钱。哎，真的，都过来投呢。我给你装进去。肥肉是14块钱吗？4块。4块啊。还有你呢？这个来。他不理我，多少斤了？2块。2块。过来两个鸡呗。咋的鸡呗？我鸡摸他吧。鸡比草比贵的，好的一点。赶紧买草的，好的。啊就。多少斤？给打打好的斤。3斤吧，多少斤呢？哎，进贡了。这个是麦芽糕，特别好吃。这个是多少钱一斤？8块钱一斤。8块钱。
这是橙子汤。现在回来了，本来是拿100块钱去看能买多少菜，然后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48块钱，然后我就去吃米粉了，把剩下的钱放在桌上就不小心被别人给拿走了，然后心情就不好，而且也没钱了就回来了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北的视频的话，大家就点个关注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